所以在台湾的各个朋友听到今天来这里就说，那我们台湾呢，我们今天的这个斗国力斗六合。
OK 吗？今天很荣幸受邀担任今天活动的司仪，我们很感谢我们的街头艺人彩声乐团精彩的表演。斗六师公说，让我们除了用眼睛欣赏作画之外，还让我们用耳朵来欣赏一下彩声乐团带来的美声。接下来我们进来宾，今天首先今天呢，很高兴大家都能够来哈、哦。那我们今天先介绍我们的今天二年属班的班导梁素慧老师，梁老师好。还有我们15的导师到了吗？还在台上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介绍，我们子贺，我们今天能够承载的一个主轴人物，林子贺，你出场。大家好，谢谢我们的师仪啊，也是我们的千仪。另外的话，在场我们最是我们的林子贺林老师，另外我们的班导梁淑慧梁老师，还有他帮我们表演非常精彩。大家知道吗？彩色乐团他小朋友哇，你看一家人大家一起来玩音乐，然后自己得到很大的快乐，也散播很多的欢喜，让我们大家可以来欣赏。那有这样子一个机会，可以到斗六师公所这个中庭，然后来做一个呈现。第一次，同学们举手一下，斗家斗高跟我们斗六师公所，其实斗高应该算是我们斗六师一个最棒的空中，所以呢。同学，尤其大家是美术班的同学，对美术本来就有一份特别的喜爱跟钻研的动力。那我们斗六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，可是它的美在哪里？它的好在哪里？这次可以透过子贺老师来帮忙穿针引线，然后大家带着水彩笔，大家带着画纸，很喜悦的心，然后寻寻觅觅。斗六有很多美好的地方，也透过大家的眼，然后去帮你们看到那个美好心中最在这个画作上面。那我这样来到斗六，帮我们三班的同仁来自这里的美好一次啊、欣赏之后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君从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，所以大家都很多的。每一幅都有它自己的独特，每一幅都有它自己的亮点，在
的谢谢大家，因为大家的创作，让我们的斗六更美好。谢谢。
系，无所谓，无所谓 ，Let's go。朵高美术班，四班，在。兴趣吧。所以很高兴今天就是下学期开始我们班三啊高二升班又难得，因为这样也是我的一个展览，就是说自己在自己年段里面自己处理的把作品一起量产出来，我就觉得非常难得，因为展出比较难来，就我们林老师啊虽然是亲近的但是非常近的，是的，英文科老师。跟那个颜色天气，所以我不会花太多的心思在描写比较就是我给那个灵魂有掌握了，其他的细节就会比较对，所以就是可能会稍微快一点，因为想要抓你自己觉得这一幕你给他刮刮一下，就是我从最外面看到星星那个样子，对，然后我就是去星际纪念馆的前几天啊，查一下星际纪念馆这个，就是他说好像是日时期那个裕仁太子为这块土地建造的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好，哇，你这个颜色很缤纷哈。高了吗？回吗？
三年，现在就是他。